天都染冲起后，今天是白改否少宗中意文法字吹几行，对了解系分钟是白叫文件否少宗展示第四个几点，用共组给提为了中融共新解法。韩国强音为该动念，又对台总理向丰收来开新秀，将我的纪念改字典发通动处来开工点眼，为民众来办。滚滚海水直达黄泉，无天暗地随你可怜。描写火烧中战役的歌曲太豪爽，演唱出六队军人用抗日的悲怆情怀。因为当时六队太总理邱凤阳两军互为乡土的形象沉湁人心，故说从此向公叔结天为一刻一尊神像，并强烈批烈士此地被本人供奉。他就是一个神明，因为他护佑着我们所有客家族群，保护着我们所有客家族群，所以他是我们精神的象征。今年从此火烧中中义文化祭将会在深夜23号举办，对于一个缅怀六队英烈不甘伟大精神的祭奠，越来越多人认同历史传承的必要性。因为要有历史的东西，吼，要比传承下一辈，新人下一辈，新人的下一代，新人的第二个一东西。哎呀，过好啊，都顶下你一个客家文化认同啊。为期两礼拜的中义文化祭内的活动，包含客家传统美食新灯板制作、客家槟榔山同立马创意拼贴、客家帆布式灯笼同客家盘花叶的手工技艺体验，都是会在各个社区一一推出。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